你哪讲你不知啊？龙哥，我拜托你卖问好不好？你知影对你有啥物好处？我甲大姐讲啊，讲一切的罪拢是我来担。我拜托你，你卖讲问好不好？你大气啊！你大气啊！ 我今次要讲这话，你不要骗你十年啊！你是骗子。对，我是骗子，所以你卖冤枉我，我后半生人孤单到老，我去给人背书，人拢不要紧，我拜托你，你卖讲问好不好？你卖讲问好不好？ 你卖我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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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伊这个人就是奸巧，又搁自私。我等下甲大家相处，蔡龙眼影若是出现，我马上甲我这粒头剁落来，予大家当作是哑子。哪里头？就把人剁落来！近年来啊，我来你讲真意外啊。嗯，也是你认为讲我有一挂乱七八糟的代志绑掉的，无心情来算这问题。讲到你这个人嘛奇怪，家己说伊在外口讨客去啊，你无去找伊假是伊，我直倒来拍我，啊你讲对哈？啊，平常时啊，毋是大宝说伊足风光的。啊，即嘛咧，即知影家己是乌龟，就见笑当生气，咧顶落骂。我好心甲你提醒一下，你就算今日甲我拍到重重伤，大富嘛是同款，毋是你的亲生后生。